你怎么在我下面了、啊？那边有路口。他怎么只跟你讲话？他不跟你讲话。跟你说，尽情享受，死掉的时候也要挂上笑容。就这样。哦，好。取得胡安的武器。哦哦。拿到新的，哎、欸，可以选择是啊，没有要平右啊，你可以拿胡安的武器的，要买的哎、欸，哦哦，要用平右去买的，对啊，换下钉枪，亲吻，哦，亲吻的攻击伤害，看看，钉枪的伤害也太高了吧。是那个榴弹枪吧、嗯？可是，好买。你买哪一个？冰枪。那你先试试看，告诉我好不好用。跟，他们保存系统。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我剩下都买上面那个。是那个买那么多有用吗？你不是才背一个？啊，到时候可以换啊。哦，是没错啊。换你也买啊，你买鬼你喜欢的鬼魅啊。鬼魅？哎、欸，对，你怎么知道我已经买了、欸？对啊。啊，那他呢？卡斯特罗。你在讲话是不是？你在听讲话？对啊，我在听他们讲话。亚拉开头呼哦，为什么念起来不太像日文？啊，因为我刚断掉了，就是那个字与字之间。巴雷迪罗罗，他的英文讲起来就像日文。我去拿个水。
可以从毒品开始解决，什么什么视觉？先从毒品开始解决。哦，毒品。他搞不好也是他的女儿啊，哈哈，就是那个啊，那个总统的女儿。哦，然后他，因为你看他那个儿子已经那么反叛了，对他，那也有可能呢、啊。喝完就丢掉了，那么浪费。感觉跟在喝水一样。不过他们是在喝茶，是吗？血蜘蛛。那我想要新建这里啊，为什么不让我新建这里？太棒了吧！啊？可以呼叫水上载具诶，我这里有包裹送给我诶，300个极地战壕点数。哦，为什么才300？为什么你这一艘船好废哦？那、啊、你那、啊、你快去哪里？那、啊、你船呢？哎、欸，等我，哎 欸，你还有枪炮哎、为什么拿到一堆鱼肉啊？鱼肉我没有拿到哎、是不是你的那个鳄鱼啊？你为什么没有用那个枪炮？你确定你是正确的坐上来啊？对啊，你是随便跳上来而已，还是点坐上来的？这样不正确吗？因为我看到你的在闪，我怕你中途会卡点。你的头条我是掉下去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让你有点 功用，就是让你去战斗。其实它的载具都蛮快的、欸，可是主要车子没有那么好看。要看哪一款吧。大型还蛮好控的，是不是还要再绕另外一边呢、啊？对，绕另外一边。而且我不喜欢它地图上面我看不到东西耶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小地图，看到啊。小地图是灰色的呢、欸。还是我地图问题，地图真的吗？没有，有些地方还没开吧？切开了是不是有啊？真的很难看呢、欸，这样如果我都是灰色的，我看不到那个岛。对啊，都是灰色的。那就请我直接请我那个啊，主线任务啊。对啊，我是啊。
因为我要找最近的路啊，想哦，这很暗哦，太暗了吧？很亮诶，是不是调亮度太低啊？我没调啊，我亮度都没调啊。300块是个买什么？是因为豪华版吗？没有啊，那个300块怎么来的？我觉得有可能是，有可能是。你刚有跳起来，等下我现在卡住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让我卡住了？哦，很痛哎！玩过的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看一下，你说的。你往后看，这个叫什么车啊？对，是我这样拽着他走，会不会太神奇？路上不是啊，其实我没有地方坐。哎，可以。对啊，可以，你可以上去那个，不行刚啊，他不能上去啊。好像没办法上去嗯？哦。我现在看不到路啊，快撞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换这台？我换这台是因为，就刚刚我们的船卡住了，不能动了。等下，右后方有任务。来，左边，左边，你可以停吗？我去捡。什么任务啊？哦，是那个狩猎的。狩猎，对啊，这就是是竞速，没有，这是竞速。哦，对啊，我有看到竞速了。啊，你要那你做会吗？死？对啊，奥特能离我远去。哎，我的船没了，终于，没有啊，他，有没有？他哎。太快了，我本来想让你坐后面那个。架设式枪炮，可是，哦，有啊，可以。他一按一下走很快，这边上岸比较近了，都蛮快的啊，开车了。可以啊。这是管制区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其实前这面边那的些是什么？是地雷吗？你怎么不射他们？地雷，看一下。有了，我看到了。没到啊。有，那边爆了。靠！而且他那个也太明显太多了吧？太夸张了吧！我开始对开啊。始。我还想说，哦，怎么有那个三角锥在那个？会不会是足球？酷哦！哎呦，还有哎、欸，接到新的情报游戏，又是寻宝游戏。啊，棒！就是要这种游戏。那人是不是少了点呢、啊？还是只是因为新手任务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调中等的难度应该不会到那么简单啊。他们也不算太好打啊，其实。对，其实因为他其实你太像我们太近，没什么点都比我快就灭。还是因为我们有两个人，所以觉得太好打。我也有吗？可是我其实没什么在帮你打、啊。有啦，还是有。过不去了。
为什么没有野兔肉？有吗？不是你没有飞吗？是你的鳄鱼哦。机？是吗？有飞机可以开耶。菲利的魔法叫工作室哎。有惊叹号在哪？惊叹号是扔，就是扔。拦截，拿到那么多任务。没有，在这里的话，应该就是飞机的任务。那飞机让你开啊，所以哎，我不愿意走过去。没有靠近就触发了。哦，对啊，有些是要讲话嘛，这个是。对啊。奇卡哦，奇卡哦。那你的那剧情是你的吗？对啊，是我的人。何でも返しが助かってつけよう。爆炸。哦，他的狗狗没有腿，有，肉叉哦，是我们第二个任务，哎，第二个宠物，哎，对，其实我觉得他女角蛮好看的，女角吗？有卡拉拉吗？这一个。好妖哦！背上的那些喷他就好了。哇，好快哦！他走好快。他有两颗轮子哎，就这么的说。不要被毒药击倒，所以现在是要来毒了。刚刚是玩火。不要这张图啊！等下，1000多公尺是要去哪里啊？坐飞机、你啊。那个，你那个猫鼬与男人，而且这里为什么又变成第三阶啊？他的任务是不是怪怪的、怎么说？他现在变成第三阶的任务哎、就不一样啊！刚刚我们是第四阶的任务哎、换了吧，那个。另一个。你看，我觉得它东西真的不太好找哎，其实。你要骑那个，为什么不坐飞机啊？哦，你的飞机在哪？哎，不能的。好。可以呼叫吗？哎呀，可以。叫是哪个东西？很多废弃物可以拿，很多飞机可以拿。废弃物，你拿到了吧？哦，有五个药物。它有几个飞机啊？应该一台吧，一次叫一台，一次就叫呢。双人座哎，等下那个多远啊？看一下。你就飞到上面，然后用降落伞啊！降落伞怎样？下去啊！哦，你飞机不要了吗？飞机不用啊！为什么不要？你不用飞机呀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
哎，我看看我的狙击枪到底有没有换瞄准镜啊？我可以看啊，到，我有换啊，我有换，可是我没有那么好。我换了好像是最后一个，精准的那个，对啊，第一排最后一个。哦。那什么散弹枪？一个散弹枪。为什么是向后的？你走错了吧？没有啊，它只有这里，而且还我头上没有玻璃耶。哎，等等，左边一个人。你那个钻石已经做完了吗？不是啊，那是那不是那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左边一个人，有任务在跑。你说海滩上的储藏处吗？不是。猫猫幼与男人寻宝游戏吗？防空阵地，哦，它是那个，资讯的。直线吗？哦，没有，不用付钱，他付钱我就把它哦杀了。哦哦，哦，你这个人真的是。好，我们去打防空阵地，在哪里那么啊？快，那么短就可以起飞了，它应该对，对。算蛮好开的啊。防空阵地在哪里啊？防空，哦，在这里啊，你有看到我标的吗？那我基本上是看不到啊。你应该看到我标的吧，在你在后面，在后面，视窗其实很小。在后面，对对对，你继续。继续往右，继续往右。对对对，再右一点点，还有七我要百多视公野尺。很少哦，所以要由你去炸。哎，我去炸，我炸什么？你那边没有武器吗？没有武器啊。等一下，哎，你要被炸了，你要被炸了，你要被击落。没有武器我们去干嘛？对啊，你去干嘛啊？嗯，先用掉。然后你后面有武器耶。没有啊，克拉拉，克拉拉，妈的啦，妈子哇！接近的时候就跳下去哦。接近了吗？还没，我要跳了吗？哦，你看不到哦。我看啊，我可以转，还蛮远的，差不多340度也有了。哎 管制领空哎。有东好，西那在就跳飞了吧。吗？好，跳，你可以跳，跳。你跳啊。跳了啊。人也会被击倒吧？会啊，你被打到也会被击倒。哎，飞机掉了吗？哎，掉了掉。哎。啊，你你在看哪我。里？你怎么去那么前面啊？因为我晚了一点点才跳啊，你跳了之后我过一下子才跳，我没那么快跳。也蛮好玩的好笑，管制领空哎，我们是不是会被那个啊？没有管制领空，就是它上面有，他们有那个防空炮在管制。对啊，那我们人会不会被击倒啊？不会啊，它扫不到人啊。那么自己有箱子，要不要去先拿？对，我就是看到箱子，想说快被击到了，就赶快先下去。这里，那水可以跳吗？水那可以是水啊，吗？哎帮呀、啊。我跳啊！我摔倒救我！我摔不起来会倒救啊，不过说这也蛮浅的。我！我直接放开降落伞呢！噗！等一下！这样，你没有死吧？哎、欸，你死哎、欸，不能救哎、没有直接死，我瞄到地板。欸。哦，直接在我旁边也可以啊。哎，没有，这是复活。哎，这也可以拿。
哦，冲锋枪。啊，为什么是拿冲锋枪？我是拿火药啊？这，哎、欸？啊？我算哎、欸。我冲想锋到，枪哎、啊，是哦。欸。啊，所以会不一样哦，就是除了小的垃圾之外。火药是那个对不对？火药就是升级的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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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竟然有不一样哎、欸，让我太意外了。巨人，哎，怎么换那个背包等一下哦，那我用电池脉冲好了。按错了。1000，1000。会不会溺毙啊？这个？要怎么上水啊？我到现在还不会。就是那个怎么往上？在水里面怎么往上？这个。你干嘛？没有啊，直接抬头就好了，抬头啊。哦哦，往上看。为什么人死在那里？对啊，为什么他死在那？一狼。姐姐，他跑太快了吧？对啊，这什么人啊？为什么突然冲过来？这么凶哦？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哎。为什么？哎，受损的肉哎，要不哦，要我拿刚钩打？不知道啊，刚我是卖掉而已。哎，冒险家为什么？第三等就叫冒险家。敌人呢？先把武器放起来好了，把武器收起来。还是怎样？快掉车！等下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我现在是私闯哎，是不是不应该走这边呢、还好吧，反正没，啊？圣经拿出来啊。但是要跟他会面呢、那就是一定要去啊！欸。等下，那个刀不能拿，他这里有人死哎、欸。其实也没多少人啊。哎，为什么能死那么多人啊？对啊，他已经被入侵了欸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他结盟了。哎，对，这大部分呢。6个金属，哎呦，可是有敌人的感觉。可能应该现在还没有，之后会有。我现在拿到火药，你也是吗？没有霰弹枪。哦哦，对啊，我刚刚就是听到你有散弹枪，我想说，我从来都没有散弹枪我在才刚有。哎。哦，是哦，我觉得等一下跟他会面完之后，他应该就会有立人刻跑找。出来。对，那你现在是拿到药物吗？对，这是药物，哦，我觉得垃圾应该是一样的。就是出，对，就是那个大型的，太硬了。是2楼。挣扎着大叫欸，是谁啊？因为我有开那个提示，所以也不是提示，它是这是外面声音的那个的字幕，所以我有听到。我这里啊，这里，我进去了。可以啊。
太强了吧！好扯啊！空手套白刃是怎样回啊？我觉得他们是有不同的势力耶，他们有不同的势力。没有，没有跑出位。对啊，结果原来，因为完全没有战斗哎，为什么要骑马？哦，现在又战斗了，钓竿，有人呢、啊？有。有看到吗？我在打架，我没边打有。你，我边打你。那么冷啊！你宕机了。对，中间有个大宝箱哎、欸。因为他在我旁边呢，谢谢。哦，没子弹了，好了，只能冲下去了。哎，就左边左边。哎呦，竟然右手的中指会爆掉。哎，他是有狙击枪是不是？没看到呢，他是那个毒药，毒药不是令我杀了你而已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多毒、哦，后面有人哦。打到快没子弹了，怎么那么多人呢、啊？哇，烧起来就是烧那个消音器没用而已啊，是不是？什么鬼啊？要忍下。解决掉他了吗？解决掉他，那拳击怎么打？
他没子弹了，他下来了。哦，他血太厚了吧！啊！爆炸了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倒吗？对，他刚好爆炸，应该是被我射到有点爆炸，所以他才下来。你的伙伴已生成。已完成目标，因为伙伴已生成。对，你生成就没了。哦，因为我是马上被击落了，那个我在管制区域了。你不是因为那个直升机掉下来吗？他说不直升是机，而且完全没子弹的，耗太有快啊，了这吧？也可以啊，这也自己可以拿。哦，没了，他中间的宝箱是什么？没啦，有吗？有宝箱吗？他中间不是有个宝箱吗？现在没了嘞。太快了。你干嘛烧那个？还有个东西，没有啊，看到它。你拿应该可以吧？里面的这里面，等一下。交给你了。我拉那个什么充电，那个脉冲可以让它掉下来。